首先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首先是一种双赢，因为他们首先带来了他们的作品，带来了他们的演奏，是吧？你像昨天刘文文这种从来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么一个演奏家的这么一个形象，除了亮丽以外，演奏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的就讲到什么毛泽东啊，什么什么马云涛啊，然后尹武啊，是不是啊？他们这些，我们实际上包括好莱坞啊，我们讲过名就是他们好莱坞家作品，都是他们的作品，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个场馆，是第一次。虽然他们来过南京，但他们是第一次。带来他们的一个作品，给我们交流的这个链接，这样的他们同样这个过程是双赢，他们也把我们约成了一个影响的人才，宣传出去，这就是我觉得说我喜欢广义上交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想我个人肯定是跟这个什么中国的音乐总是在一起，是吧？没有中国的音乐在，也就没有我今天出了那么多作品。他们把中国的音乐作品所有的影响都给我，那就成功了。因为我们干了九届，明年第十届，但是我有一句反正比较